演老李，我是傅恩慈，我是蓝竹，我是陈慧婷，我是狼王，我是小心怡，我是狼哲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有新鲜的空气，真好。喝口清洁的水，真舒服。咯咯咯咯咯。青山绿水，有这美丽的家园，真振奋人心。我们快乐地向前走，人向后影响。太阳高高在天空中，而后面微微笑。快乐快乐啦，快乐啦，快乐哈哈哈哈哈哈，快乐快乐啦，快乐地向前走。老王，老王，快过来！瞧瞧这幅大蓝图，经过多年的筹备，今天终于落实了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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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！我有信心，这次的计划将会为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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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果然是一块宝地呀！好吧。咱们先回去吧，还有会议在等着咱们呢。拜。哈，这些人类真自私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顾一切的破坏大自然。不行不行，我一定要带领我的族人去开拓一个属于我们动物界的地方。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狼王有什么急事吗？今天狼王带领你们去开辟一个新的家园，摆脱那些无知的人类。遵命。出发吧！那金盆呀，妈妈的吉娃娃，盆呀，盆呀，那金盆呀，妈妈的吉吉娃娃，盆盆娃娃，海娃娃，盆呀妈，吉娃娃。重重的困难，我们终于到达了。来来，我的族人们，我们就在这里立足吧。好吧，我们动工吧。就有电源了，既美观。
清洁的空气、新鲜的食物、干净又环保的环境，我们可以住得健健康康、舒舒服服的。耶，太开心啊！耶，太开心了。在世界的另一端，人类不断地开发森林，不断地建造工厂与房屋，不断地发展与进步。得得。那去前面吗？老王，老王，你看看现在的世界，我真后悔呀！乌烟瘴气的，没有新鲜的空气。以前我们住的是开放式房屋，现在必须天天关在电梯房里遥望世界。好想念以前的大鱼大肉啊！现在要找到新鲜的肉。清洁的水比冬天还难呢，天天吃吃种化学的维他命，人的寿命也越来越短了。老李，快醒醒！将未来十年、二十年最便宜的是房屋、汽车、钞票，最贵的是新鲜的空气和清洁的水、安全的食品和医药费。所以我们要还，要还，新房吧，大家来，新房吧。我们大家都有种草，空气清新，而且。